喜欢欧洲华美巴洛克风格的人，到嘉义一日游一定不能错过现在最夯的新景点。这座投入了30亿、有台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最美观光工厂，能让人不用到欧洲就能看到童话场景般的绝美喷泉、花园与城堡，绝对能杀光你所有底片。豪气占的5万平方公尺的佐登尼斯城堡，于2022年11月1日正式开幕。从事营运开始，让各大网红和新人趋之若鹜，网美、婚纱美照火速席卷 IG 与 FB 版面。最近，佐登尼斯城堡以星海圣诞节为主题，在城堡偌大的园区和花园中点上浪漫灯海，并且在12月的夜晚，整点都将飘下雪花。白色雪花飘落在园区欧式花园草木及典雅的建筑雕塑上，浪漫指数满分。在台湾也能拍出如欧洲冬天雪花落下的飘逸美照，每个角度都是梦幻场景。来佐登尼斯城堡，给你沉浸式体验奢华复古欧风，完成你的变装梦想。想当公主、王子的朋友们，绝对要来朝圣。以上是不专业的摄影师叶峰简单介绍。